是牛肉的。没有，它是鸡肉的。没有人水饺那么厉害吧？好久没吃过水饺了。是这样来的，不错。可能感觉到他们在呼吸。挥别繁忙的都市生活，对，真的吗？我不懂了。来看蝴蝶，毛毛虫，走吧，要进去了喽。这个布帘好像有点脏脏的。像叶子的，你看这是蝴蝶，这是蝴蝶，对，这是蝴蝶，真的长得好像叶子哦，嗯，太神奇了吧！哇，它中间是漂亮的哎，这是保护它自己的吧？对啊，应该是。这里有一只蝴蝶，超漂亮，它该不会也是叶子吧？那也应该是吧？它不，是，是它是叶子，叶子的蝴蝶，我乱取的。其实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要去哪里，反正就是每个地方每条路都走下去，就是为了要找到乳牛。我们来一起露营。他一直在哈气。Hello。好像很大只的天啊！超多蝴蝶的。咩咩，还有白色的 ，Hello， 好，现在来换冰淇淋了。是每个人拿了一瓶吗？是麦芽口味吗？对，然后也有原味的鲜奶。那我喝麦芽。我要麦芽。谢谢。我觉得麦芽的蛮好喝的。鲜奶应该只是普通的鲜奶吧。嗯，那我选对了。是我刚喝拿铁啊，所以我就不想喝鲜奶。拿开。它真的会飞耶、欸！帅哦。来到白沙屯鱼缸，好，现在要去看一下海月都来通宵白沙屯玩水吗？可是我觉得有点危险哎。看一下我们寄居蟹，好，寄居蟹弄的吧？有没有听到海哭的声音？在海边奔跑。你慢好路，我要在海边奔跑。在海边奔跑。